身负身负官，去为先人解谜。多少钱可以商量？只要放我们过去，我等今日还要赶到城里去送新娘子，是不是？让我看看新娘子漂亮不漂亮啊！使不得，打去！使不得呀！去你的！使不得呀！新娘子，快给我抬回去，做大王的压寨夫人！快，抬回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强抢民女，胆大包天！快，给我上！上啊！上啊！上！上！上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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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大人，小的家今日娶亲，入狱逮人呐！你等从何处而来？大人，小人张翔是前面韩家营的。哦，好，快，快，撤回韩家营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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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快追！乔太，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快点，快走啊！小姐的花轿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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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这刘总管呢？快叫人开门，把小姐他们放进来。好，快，周成，快下去，快敲门呐！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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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驾驾，加油！加水呀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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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关城门！快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黄金500两，不交我就要血洗汉家营。我黑虎团说到做到，弟兄们，给我撤！哎呀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小姐，不要紧吧？啊，女儿。女儿，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你受惊吓了，啊！女儿，娘，娘的魂儿都吓掉了。哼，看你们在逼我出嫁。云凤，这，哎呀，云凤，哎呀，这是你看。哦，老爷，啊，这位是华城县令狄仁杰，狄大人。哦，老夫周德海，兄弟德山，多亏县令相救，不然小女性命休矣。啊，多谢县令。哎，不必拘礼。敢问县令要去何处啊？啊，今时归来，赶赴华城，路过这里。还有多少随从人马？啊，只我四人。哦，如此说来，县令也要被困在这里了。这伙强盗人多势众，只怕是……还是请狄县令回屋说话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县令，请。看来，也只好住下了。啊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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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下再也不用带那些凡人的东西了。翠菊，把那件白裙拿来我穿。啊，小姐。今日出嫁未成，我跟你爹都快急死了。我就不嫁杨家。杨家有什么不好？奴仆成群，牛马无数，杨公子有才又潇洒。杨公子再好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杨公子长得什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看你，你这么任性，不懂事。你们都不要管我，都给我出去！小姐。别这样，姑娘大了总要嫁人的，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还不是死了好。哎，小姐，千万别那么说，又不是你跳火坑，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你给我出去。哎，小姐，你出去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出去，你别管。这黑虎团何时开始在这一带活动的？时间不长，有一年多了。哦，可否骚扰过汉家营？从未有过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云凤还没下来吃饭。小姐，她还在赌气呢。赌气？自从攀上这门亲事，她哪天不赌气？饭总是要吃的吧？快去把她给我叫来。夫人，这次好像不同往常，他死活都不肯让我进去，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。您再去看看吧。不让你进门？啊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啊，欢迎紫薇，请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上，好好干。
周员外，你可知道黑虎团一共有多少人马？这个老夫不知道。据传黑虎团原来有800多人，后来遭官军夹击，剩下了300多人逃到这里。哦，刘总管从何而知啊？小人多与往来客商打交道，故有所耳闻。老爷，老爷。好。老爷。可是小姐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吃饭，夫人叫她她都不肯开门。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哦，不要管她，饿了她自然会来吃饭的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岂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啊？是啊，周员外，最好是去看一看。哦，儿女婚事处理不当，往往事与愿违呀。老爷，快去吧，夫人担心他，小姐他。去吧，去吧。夫人，夫人怎么样了？小姐。小姐，云芳，快开开门呐！小姐，云芳，小姐，小姐，快开开门呐！小姐，快开开门呐！云芳，夫人，不要着急，怎么办呢？云芳，小姐，快开门，有话好说呀！小姐，开门，小姐，开门呐！快开门呀，小姐！夫人别急，啊，别急，我的女儿，转开门。快啊！快啊！快快！可以放下。来，来，放下，放下，慢慢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女儿，女儿，我的孩子呀，我的儿子，姐夫，我的女儿，你别紧张，她尚有气息。女儿，女儿。云儿，云儿，云儿，云儿啊！我的孩子，老员外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孩子，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你这是小姐。老员外，你千万不可再逼迫你的女儿了。我原来本想为他好，谁想到你也不必太自责了，要照顾好你的女儿。我告诉你，她身边不可无人呐。哦，是是，多谢狄县令指教。好，到此，不远送了，请。看来此事非同寻常。我们不可大意啊！啊，天，啊，走，你二人将这封信交给华城驻军梁将军。好，并转告洪亮，县衙一切事务由他代理。再告诉夫人，不必为我操心，你们速去速回，路上要小心啊！大人，放心，请吧。大人，我们走了。告辞了，多多注意。好，走，走。哎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要走那条路。不就是出嫁吗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快点嫁出去。小姐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伺候小姐这么多年了，还在乎这几天吗？只是老爷年龄大了，你也要为他老人家着想啊。啊，谁为我着想了？谁问过我愿意不愿意？这局。
县令，你慢走。哎，小太，你看，有人射箭，开来了，跟我来。哎，县令。县令，按你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了庄客守护城楼，我等也轮流值守。哦，怎么，刚才是你在城楼值守？正是，现在该刘总管了。哦，刘总是啊。那么，刚才你可看见有人在东楼上向外射箭？什么？有人射箭？怎么，你没看见？啊，这楼上的庄客都没有弓箭，真没看见啊。是，嗯，二员外，你可会射箭？小时候玩过。嗯，狄县令，对了，张祥已为县令安排好住宿，请县令去歇息了。你是不是有了？小姐瞧不起我，可我一个奴婢家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员外年龄大了，年纪周家没有一个男儿，可不是。你的小心眼里想什么我知道，你勾引我弟弟让你有了，然后再收你做小，小姐生下个一男半女，这万贯家财不就归你了？不，小姐，到那时你倒成了小娘，爬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小姐，你早点歇息吧。请啊，大人，这里简陋，照顾不周，多多包涵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啊，请坐。啊，张相国，嗯，你们员外除了小姐和兄弟之外，还有什么至亲呢？哦，没有了。那你可知道员外的财产有多少？这里有大片的庄园、山林和土地，另外城里有生药店、茶庄，还有银号，均由二员外照料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谁要是娶了小姐，便可得到一切喽。啊，天已不早，大人早点歇息啊，如有什么事只管叫我。好，多谢了，告辞。啊，请。啊，县令，二副长官怎么又回来了？县令，周良呢？大人，我们路遇黑虎团伏击，周良被黑虎团抓起来了，要不是天黑，我二人也难回来了。县令，黑虎团那帮人好像早就知道什么了，早早的就埋伏在那个山坡上了。哦，张相公，庄里人你可都熟悉，会不会有人与盗匪勾结？
大人，小人真的不知。啊，那就难为你了啊，回去歇息吧。哎，关上。来，过来。现在的形势很严峻。哦，请县令明示。小姐出嫁便与盗匪打劫，你等出城便有人向外射箭，接着盗匪又在路上拦截你们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县令，现在当紧的是赶快出去搬救兵。对，正是。我们尽量不要惊动庄里人。嗯，要想办法闯出汉家营。快，去叫换班的人来，你等便可以歇一歇了。嗯，是。注意动静。是是。有事速来报我。是是是。哦，刘总管，你来了。我已叫李三等人前来换班了。好，到东城上去看看。是。刘总管，你看那是什么？那，快走！快点，走！像是周良。什么？周良？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快，叫员外和县令上来，快！好，快走！咦。姓周的，听仔细了，你家有万贯家财，我只向你要500两金子，你就派人通风报信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哼，这就怪不得爷了。明天要是拿不出金子来，明晚戌时，我便杀进庄去，把你们斩尽杀绝，把他吊起来。是，把他吊到树上。县令，带我下去，将这厮碎尸万段。不可莽撞。要是再有人给官兵报信呢，他就是同样的下场。撤。老员外，现在要紧的是加紧防守。刘总管，你派几名庄客随乔太出去，把周良给抢回来。对，好，跟我来。周成，走，快去吧。走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还敢报信？你说，周员外啊，这门亲事不能如此拖着，需想个办法才是啊。我家老爷那里不好交代呀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先救眼下，献出黄金，以作缓兵，同时固守，以待援军呐。只怕金子只会助长强盗的气焰呢。哦，县令啊，免礼。古人云，有钱使得鬼推磨呀，我不相信买不通区区草寇。只怕这草寇不仅是为金子而来呀。这
可是老夫不能眼看着我的庄客被杀呀。刘总管，你立即召集庄客守护山庄。快点！来，放这边，都快一点，快点！把这个放到那边。快点！这边！哎，小兄弟，慢点。县令啊！县令啊！哎呀！县令！银库的金子全丢了。啊！金子丢了！县令，快看看！走去看看！来，这县令来了。哦，县令，你看，请问周员外，这柜里放了多少银两啊？哦，此柜是专放黄金的，共有1500两。啊，最近一次开柜在什么时候啊？是我的兄弟前日傍晚放了200两黄金。啊，对，200两。啊，就是说。前天还在，看样子没有撬柜，像是钥匙有几把？银库门一把，金柜一把。何人保管？是我大哥保管。那么老员外啊，平时将钥匙放在什么地方？这个，且随我来。啊，好。李县令，慢走。请。此处放钥匙，有几个人知道？我的夫人还有女儿云凤，还有一个人，你忘了？还有何人呢？翠菊那个小妖精。哎，不要胡扯，翠菊怎么会知道呢？翠菊每日伺候着你，不定哪天把你给迷糊住了，把藏钥匙的地方告诉人家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哎呀，翠菊一向安分守礼呀，她这安分守礼。安分守礼，怎么还能弄出个？哎，员外，夫人不要争吵。依我浅见，这金子定是没有出庄。哦。或许就藏在什么地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需查一查小姐的房间。云凤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哈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啊。如此说来。翠菊也很可疑，她的房间也要查一查啊。对，夫人言之有理，要查一查。而且我以为二员外的房间也该查一查。这岂有此理！我连放钥匙的地方都不知道，这啊！周相公不必着急，此案蹊跷特殊，你们家的每一个人都难脱干系，查了没事儿，不是更好吗？你怕什么呢？我怕什么呢？真是的，我这是倒了哪儿的霉运啊！这一切听县令的，听县令的。乔太，走。你看这，你啊，行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走。
啊，这里就是？正是。就是这儿。贤弟，开门吧。好。请。去看看。二员外，你每次回家是不是都在这儿住啊？哦，我可以说是在此地长大的。哦，县令，楼上看了没有？哦，还没查，去看看。是。二员外，这张弓可是你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小人多年不曾玩这东西啊。此弓没有灰尘，抓手处光滑发亮。二员外啊，你可曾用过？这是没有的事啊。昨夜有人在城楼上射箭与盗匪勾结，你恰在城楼上出现，这张弓又在你的床帐上发现，小姐出嫁的黄道吉日是你选的，又恰遇盗匪拦截，这一切你作何解释啊？这我怎么能知道啊？不错，黄道吉日是小人选的，可是匪徒拦截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倘若射箭的人是我，我怎么会把弓放在我的房间里啊？我是云峰的二叔，为什么要坏他的婚事啊？县令，兄弟所言确实如此，不可随便的怀疑别人呐。好，非我胡乱猜疑，实是事情古怪，令人不能不多做推想。下一个，你看查谁的房间呢？查，查税局的。看来你对税局似乎也有成见呢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县令不是说我家里的人都脱不了干系吗？再说了，税局是大哥的贴身丫鬟呢。走，你呀，大哥，在哪儿？前面就是。好，请。县令来了。请坐。好，请。请。翠菊姑娘今年有多大了？在周员外家有几年了？奴婢今年23岁，来周家有10年了。她伴随小姐一块儿长大，一向手脚勤快，忠厚老实。翠菊，员外的书宅你是否每天都要进去啊？不，时隔4-5天去打扫一次，
平时员外不叫是不敢进去的。哦哟，你说的倒可真干净啊，这个家你什么地方不敢去啊？夫人不要打断县令的问话嘛。那么这两日，也就是前天至今，你可曾去过？昨天下午曾打扫过书宅。当时屋内可有别人？屋内没有别人，我打扫完便离去了。你离去前可曾锁门？我那书斋从不锁门，无人之时只是关注而已。哦，那么你有没有看见别人进去？这个奴婢不敢讲。你有什么事还不敢讲吗？啊，即是狄县令问话，但讲无妨。不可胡说八道。当时我离开书房，刚好碰见小姐，她走进书房。小奴才，你没有看错吧？怎么会看错呢？小姐进书房是常有的事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胡说。你的确看见的是小姐？当时我还问她有没有什么事，要不要帮忙？小姐怎么说？她说不用，挥挥手，让我走开了。哦，县令，嗯，没有。啊，又是什么都没有。看来我们只能去查一查小姐的闺房了。是。县令，嗯，小姐的房间更不会有的。你想，她怎么会偷自己家的金子呢？现在谁都难说呀。啊，哎，翠菊姑娘，小姐可会射箭呢？射箭？嗯，过去射过，后来迷上了弹琴，就不动那东西了。哦，她也会射箭。多事。翠菊，没事。啊，家里丢了金子，便从自家人搜起。赶明儿若是丢了珠宝，该满门抄斩了吧？真不该生在有钱人家。狄县令，我看就不用查了，金子已丢了，身外之物无需挂怀。再查下去，把我家人心亲情都查没了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老员外，你的意思是此案就不要再查下去了？查，我怕什么？亲情人心值几个钱？自家的女儿也可以往火坑里推，那亲情还剩多少？查了别人不查我，我倒觉得不干净了。哎，云凤，好，云凤小姐，那狄某就失礼了。乔太，在，来查。是。这。这儿好像是个壁橱。我不知道那儿有个壁橱。乔太，在，来搬开。是。小心，来打开。
拿出来。小姐，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，爹，二叔，爹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你呀。真是啊，孩子，孩子，你醒醒啊！孩子，你醒醒！云儿，云儿，醒醒！云儿，小姐，醒醒！小姐，翠菊，小姐她以前有过这种病状吗？曾经犯过一次，上次是听了老爷为她定亲。哦，看来小姐她不能受刺激。县令，小人略通医术，云凤自去年发病就发现她。他不能受惊吓呀。既然二员外精通医术，那就速给小姐治病。等他醒来以后，我还有话问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问话？狄县令，请走吧，让小姐休息一下。啊，好，小太在，走。是。小姐。县令，请。啊，请。请请请。来人，上茶上茶。啊。好，下去吧。嘿嘿，县令。金子找到了，就不要查了吧。哈，我以为此案应该追查到底，否则还会出事。何以见得？因为作案的人他的目的没达到，往往他不会甘休的。我分析，其目的不一定就是为了一笔黄金，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。阴谋？何至于此啊？黑虎团拿不到金子，他会如何呢？当然是要血洗山庄了。对呀，因此我以为，偷金子的目的，正在于借黑虎团之手杀戮。说明白了，那就是杀庄主，即老员外本人。什么？杀我？嗯。我没有仇人，也没得罪人，为什么要杀我呢？员外自然是没有得罪人，但你的万贯家产却会引诱人犯罪呀。好吧，一切听凭县令调查，暂且告辞。不送了。嗯，走。翠菊，你这是给小姐送水果点心。好，小姐身体怎么样？她好多了，只是又睡着了。哦，那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看看她？县令还要查问，有完没完？案子没有了结，那自然是没完了。那好。县令可以去看小姐，如果小姐没醒，县令可
不能打扰啊。啊，那当然了，等他醒来以后我再与他谈话。县令，小姐还没有醒，你们可以走了吧。县令，你这是……奇怪。